顶会很忙，我贴坏掉、啊，怎么办？让它滚。在哪？看你看，很可爱吧？超 Q 的，这是在卖牛奶的小车车。大家早安，今天起床的时候有点 emo day， 但是呢就觉得自己还是要起床，然后做一些事情，所以现在要来准备就是换衣服跟化妆咯，出门先去找我的房租给房东，那我们就要出发了， go go。 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是我还没进去，再推，好，往前修。可以。哎、欸，我方向盘打直了。OK， 一停路边停车，给过。这个吗？在当公路警察，这个人有点耍笨呢。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我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东西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买几颗肉丸？我想要两颗肉丸。你用外带？外带。我拍你拍我。我拍你拍我，拍我自己。一盒吗？一盒麻糬，我买一盒麻糬，一盒好了。这样你先，啊，五升，够。我买一盒麻糬。东京的天气，不知晚一点会不会下雨？你觉得会下雨吗？我觉得有机会。啊，那个人到底在干嘛？你看。路口大回转，怎么会有人没礼貌？哎、欸，撒谎哎、欸，哥哥，没礼貌。呀、yeah, ，我们来看看这是谁？陈一婷。哎，陈一婷都不理我。我们现在要去拍作业，然后我们要去公园，希望不要吓到阿公阿妈。不会啊，因为我要跳很奇怪的舞。妆现在是好的吗？还行，看起来没脱。鼻子长一个大痘痘，我鼻子长一个小痘痘。我们就是要去这家买。有杯。障碍了吗？太多了，它好便宜。嗯。反光什么都看不到，笑死。好了，拿了。这杯多少啊？这杯是4。我的西瓜牛奶是45，我的香蕉牛奶35，大杯的。但我推荐大家可以来买洛梨布丁牛奶，大杯的才70块，跟这个一样大杯70块，很便宜耶。洛梨布丁牛奶大家应该都知道，是要价都可能90、100那边，然后都没有到挺大的。对，真的蛮便宜的。但我不知道它是两颗都是肉耶，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吃的时候，它会有一颗是肉，一颗是。哦，它是不是水？但它其实蛮小颗的，然后它是先蒸过，然后再下去炸。然后他们家也有卖大肠跟小肠，是肉的。嗯，肉。它的皮真的很 Q， 它吃起来就是它跟真的炸的又不一样，因为真的炸的它的皮会是那种它不会一咬就断，然后这个里面是它外面是脆脆的感觉，有一微微的脆脆的，然后咬进去之后会很 Q 很软，可以放。完食，我们要去吃吧，鲑鱼。它里面有肉片啊，哎、欸，这个是烟熏的，是有烟熏。然后他们家的香肠
香，然后他就切薄片放里面，这样子。然后等下去拿那个蒜，这个一定要加蒜粒。快点，快点，加在这边。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吃，不是说它真的特好吃，它是一个味道味，它是吃的味道。去很多地方都吃海岛的东西。嗯。那这个是麻花里面没有肉。嗯。快料肉另外找，但是挺干的那个肉，看看就知道。好开心哦，你肌肉。那我现在没什么肌肉，是有啊，有线条，你看。会不会有那个线条？但是。刚刚呢，已经拍完作业。跳我的作业，但是我觉得我跳超丑，然后蛋糕，因为之前生日的时候收到几张生日餐券，然后因为之前有朋友啊，就是因为生日餐券很多，然后就送我一张，我就觉得要补一个给他，所以刚才就顺便陪朋友来景美看医生的时候，我去换了星巴克。要准备走回家喽。跟大家讲，我刚才走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就突然被拦下来。然后呢，就有一个阿姨，她应该是开健身房吧。但是因为我刚才在就是检查影片的声音有没有问题，然后我其实没有听得很清楚她说什么。然后呢，但是感觉她是什么减脂的。然后我只是在走之前就有听到她说你的小腿怎样怎样。的世界，这个超可爱的，可爱吗？我们要自己靠自己赚自己的奶粉钱，自己喝的奶自己赚。然后等一下我要来做我的作业，今天一整天都还没吃东西，我买了一杯热的牛奶。大家影展还在进行当中，对，我还在看影片。然后我刚才觉得有一个留言很好笑，就是因为有一组同学他们就是帮老师庆生，结果那个不是老师的生日，那老师在下面留言说我生日是10月28号，大家可以记一下。然后我觉得很有趣，很可爱。下雨了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！前面的车子好可爱。现在的雨超大的，连天空都看不到，根本就是厚厚的一层云了。好哟，这是什么烂天气？我们到达了林边，然后要去买馅饼。好吃的馅饼，好吃的馅饼。买完了，上车，决定去一个我们对原本要看海的地方。这个人刚刚打挡了哈，就是放手刹，手刹之后说为什么车子不会动？这个他没有把车子把
啊，赶快走开店。结尾了，因为时间有点。